老板，这年货都置齐了？办齐了。那头伏呢？头伏？那玩意儿，我们这小店怎么挂得起啊？不过我倒有个想法，裁张纸，写副对子，贴在门上，凑个热闹，也图个吉利吧。啊，这都是个好主意啊！嗯，用纸来代替头伏，简单省事，还省钱。这对子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是一个来修面的老夫子帮着想的。上联是“洪武朝，光明正大”，下联嘛，下联是“小店铺，日月同光”。不好不好，光了，这都光了，不就完蛋了吗？这我可没想过。我给你们出个对子吧。夫人也会出对子？试试吧，就按你这手艺说吧。上联是虽为毫末技艺，下联是却是顶上功夫。夫人也瞧得起做我们这手艺的？好，太好了，真是多谢了。你准备用什么纸写啊？用白纸，白纸黑字嘛。哎，红纸多好啊，红彤彤，喜洋洋，红红火火的。对对对对，用红纸，用大红的。我也回去贴，夫人才学高，给我也出一副吧。先生是做什么营生的？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杀猪的？不，敲猪的。敲猪的，我得好好想想。